还是不开口，什么都没说。站长，能用的刑我都用了，我觉得已经到极限了。如果弄死了，我担心前功尽弃。那就先不要用刑了，我去想想办法。是。 叶家有什么发现？叶母从青城山回来了，其他没什么发现。没什么发现。叶家父子和姓李的秘书常在书房密谈，可姓陈的老守在门口，我真的是没办法靠近。叶阿莹知道你是公堂。你什么意思？回答问题。 不知道吗？那就让他知道，让他开口说话。不，我发誓，我宁死再也不进你们那个审讯室了。看来当初我们给你留下了很深的阴影。我无耻，我没骨头，行了吧？我要是宁死不去，现在还关在你们的监狱里，谁给你们卖命？行了行了，你也不要紧张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开车。 行了行了，先别热乎了，看在上峰的面子上，让你们见一面，好好劝劝他，听见了吗？长官，能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吗？出去。小雨，你受苦。 有人吗？有人吗？ 能不能给我纸和笔？我想劝他写自来书。可以，稍等。林青，放我过去，有情况好处理。这群畜生，他们对你用大刑了。 我的腿受伤了。
小心，慢一点。来，小心，小心。 写自白书的。 报告长官，有人动过空白通行证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程杰，我打的绳结在正中央，这个已经偏到一边去了。你确定你没记错？长官，我是搞机要的，有条有理，摆放有序。你数没数，少了多少张？数了，少了七张。 马上就要阅兵，少了七成，你这是渎职，我枪毙了你！长官，你现在毙了我，也找不回空白通行证，要赶紧想办法。这种证发了多少张？30张，全都是明天要来阅兵的要员。您的还在我手里。来得及，还来得及，立即更换通行证，重新发放，快！是。回来。你干什么去？我去准备备用通行证。 这些通行证很可能被取了样，重新刻板，重新印刷。是。我是马长风。哦，韩主任，请讲。少了七张通行证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 马先生，谋害总裁的武装实力露头了，你马上带精干组员和军犬队到军校报到。马先生，我正在右部叶崖营，能不能？混账！你手下的人都死绝了吗？都给马毙！是，卑职明白。罗主任，何站长临走之前特意交代让我好好备用，刚才也是为了陪你演出好戏。 不是故意在你面前打叶阿影，叶阿影的东西交出来吧。什么东西？他写的东西，他一个字都没写。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
走。鞋脱了，慢着，叫他们都出去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电话局总务处的罗主任。知道天山吧？我就是。你是天山？不然何站长怎么会让我们过来？有些事你无权知道。马队长，别给自己找麻烦。我只对何站长一个人负责，这个规矩你应该懂。规矩我懂，明白就好。我会向何站长单独汇报。还是不肯改变计划。哎呀，那你我的担子就更重了。见机行事吧，绝不能放过他们，不能让他们进入军校。是啊。什么呢？说你呢？啊，长官，我去扫扫。别靠近，小钱吧。是。
你们两个来一下。哎，来了。阅兵的时候，这面旗帜正好挡住了徐东狙击队的视线。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我是来观礼的，请把车停到停车场，徒步进校。哟，先生，你那个通行证还没换吧？这没换呢，在哪换啊？哦，那边转个弯就是了。哦，为啥要换？哎呦，这个我不清楚，不清楚。快到点了，你赶快去吧。啊，哦，谢谢啊。哎，不谢。叫什么名字？田茂。哦，稽查处的。啊，来加一个。对不起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不长眼睛，真是的。还没换证吧？该去吧，一会儿迟到了。站住！你的通行证呢？你为什么要换通行证啊？你有急事上个厕所。啊，不好意思。行吧，换通行证，请到办公室兑换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要人的通行证都要到办公室兑换。兑换通行证。你们，押回去！你干什么？你们过去！你走！你们要干什么呀？啊？说，你的同伙呢？同伙？什么同伙？少跟我废话！我问你同伙在哪儿？我……马科长，真抓错了，这位长官是圣塔部的要员。哼！这个通行证是怎么回事？嗯？对不起啊，走路不长眼睛，真是的你。还没换通行证吧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一定是刚才撞我那个人。快，带我去找。走。
想，兄弟，我来给你断后，绝不会让你落在他们手上。哎，阿娘，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给我搜！是是。蒋介石阅兵，徐东武装突然不知去向，肯定是刺蒋去了。我马上去找他们，一定要找到他们，制止刺蒋。是。叶将军，岳飞慌慌张张干什么去啊？右武装计划刺蒋，他敢去制止。谁这么大胆？徐东。你怎么没进去？他们换了通行证，我进不去。这边情况怎么样？士兵和吉普车交叉巡逻，我们只有五分钟恐怕。如果老二动手的话，我们就从这儿绕过去。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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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道！让开！让开！走！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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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走吧！走吧！走吧！老大，看这样子，他们一时半会儿走不了，实在不行只能强攻。老四，你带几个枪不好的兄弟守住这里，然后我带其他人从两边摸过去。进去以后，你们一定要守住两翼，然后我作为第一梯队翻墙入校，趁乱尽可能向纵深发展，跟老二汇合。然后你们作为第二梯队进去之后，一定要守住这个缺口，直到我跟老二回来。听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好，以我的枪声为号，准备。阅兵完了，情况不太对。
强高呼加强警戒，说阅兵场上突然大乱，具体情况不明。老二动手了，快准备。听我口令击打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特务在找你们，宪兵马上就会搜索这一带，快撤！哪儿哥怎么办？敌众我寡，就是打进去也救不了丁大海。老孙，留在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就能救老二。听大哥的，撤！老大，撤！撤！撤！买菜啊，阅兵呢？没看到啊？从那边绕过去。我怎么知道你阅兵啊？我天天从那儿走。站住！现在告诉你了，别找麻烦，赶紧走。快走！快，请进。大哥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我是侍从，当然知道哪里是薄弱环节。不仅我知道，所有的侍从和警卫部队都知道。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只要枪一响，侍从们会用身体护卫蒋介石，在一分钟内进入掩体。从你们选择的突破点到阅兵场有750米的距离，放手让你们跑，你们能在一分钟之内赶到吗？那我们能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二哥去死？我进军校救大海。大哥，你不能去，里面情况不明。如果丁大海被捕，肯定会掀起惊涛骇浪。我必须去。大哥，站长，假山附近发现武器。是。站长在里面。有秀员吗？啊，这两个手榴弹上面应该有秀员。秘密搜查是。跟马先生说一声。是。发现两颗手榴弹。立刻秘密搜查学校。是。马队长，岳飞来了。去吧，走。韩主任，刚才在假山那边发现两颗手雷，还有叶宇飞正往这边走来。你去给我盯着，绝不允许叶宇飞进来。是。副站长怎么样？我来找韩主任，请求在我还没有被陷害成共党之前，允许我回到总裁侍从室，以避免造成杀身之祸。总裁在阅兵，韩主任要警卫，是没有时间见你的。好，那我在这等。
叶副站长，一起走走吧。我想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，让我跟你解释一下。免了吧，我担心又有什么圈套在等着我。能矜持一些吗？对不起，我在巡逻。叶厅长，请留步。我派信使上去参加军事会议。啊？胡主任和武兵团李文司令官在上面，总裁请你上去。好吧。救援走。许叶宇飞进来。老王，哈哈哈，执勤呢？是宇飞啊，多日不见，今天怎么有时间了？啊，我来找韩主任，咱们随后聊。哎，叶兄，你不能进警戒区。怎么，你也把我当成共产党了？别忘了，我总裁侍从的身份还没有被取消。这是哪儿的话？那就让我进去。老爷，新规定，总裁办公室所属人员离岗三日以上者，需经所在组组长报请韩主任。
审批同意后方可复制。这新规定是专门为我设的吧？哪里哪里，宇飞多虑了。哼，对了，不出公事了，咱哥俩多日不见，走，喝两杯去。也好，我正好向你诉诉苦。哎，什么苦不苦的呀，都是为党国嘛。二位长官要来，也没啥子准备，这连里呢条件有限，简陋啊！来，坐下喝两杯。不了不了，好，来走。啊、来，叶兄，喝一口。犬叫个不停，没人管管，就不怕吵到总裁。叶兄，虽然你人在荣寨，心还在总裁这里。其实，你留在荣寨也是不错的选择，至少有实权接地气嘛。是接地气。接地狱之气，我再在荣寨待下去，那就直接去地狱了。来来，喝酒，说吧。干什么？长官，咋子了？你消哈气啊！管教好你的兵，别这么冒冒失失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还不给长官道歉？啊，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长官，你不要生气啊！回头我收拾他。算了，我心情也不好，别为难他了。嗯，快走啊！快走啊！啊啊！酒喝得不痛快，走了，走吧。哥哥，他们这是干什么？不是咱们侍从室的人，管他干什么？走吧。还不去买菜，在这儿等死啊？是是是是。你抖什么？狗，我从小就怕狗。要饭的时候被日本人的狗咬过。我在这儿，走。校长，共军先头部队已经抵达蒲江、名山、乐山、内江，还有铜梁一线。如果攻占邛崃，那么我们的南撤通道将被完全切断。